记忆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。冲啊！总是会有人陪伴着你，无论是在分享之中，或是独乐。喂，老板，是阿尚尚。虽然大多数的时间都还是苦闷的，辛苦。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会搞砸？你是不是要是客户很重要？滚，滚远一点。还是不开心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闷了，不要再闷了啦！来来来，喝完这边就没事。但总是有休息的时候。看着你眼前的小世界里，等很久了吗？还好。幻想无限的空间，爱情，友情，亲情。与你分享着任何心情，在每一天、每一周、每一个月、每一年，总是会有开心的每一分每一秒。雷霆战机一周年，感谢你一直都在。